将军您辛苦了，喝点水吧。看你喝的。将军您看，您水也喝了，壶我们也奉上了，该放人了吧。本将军说话算话，放人。放人。谢谢将军。哎，啥呀，将军都说放人了，走啊。谢谢将军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本将军说放人，可没说两个都放。啊，那你要干嘛啊？要干嘛？将军，你真有意思。跟我回匈奴吧。将军，天凉，晚上注意保暖啊。姑娘好生享用，走了啊。你能不能不要抱得那么紧呀、啊？又不是第一次，干嘛那么害羞？再说我们不跑快点，让他们追上来怎么办？这，你放心吧，他们追不上来的。谁说追不上来？不信你回头看看。真没追上来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在他们的水壶里放了巴豆粉。巴豆粉是什么呀？巴豆粉你都不知道？我们汉文化博大精深，将来你要学的多着呢。行，将来有机会慢慢学。这回头给你试试啊，包你舒服。